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 欢迎回来《黑暗与光明》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继续一下我们这个生存哈、哦。那我们基本上呢，今天一样也是在看一下我们这个所学到的新东西到底有什么些功用啊，顺便去稍微探索一下周遭，我们来多抓一点生物好了。那我看到有观众有在我的影片下方有留言说呢，这个什么绵羊可以制造那叫什么东西啊？制造毛皮是不是？欸，我连马鞍都可以做了，想说要不要先做？算了，反正马鞍不难做啦，到时候有需要再做就好了。哦，他说这个制造这个毛皮呢，是可以抓羊来那个来生产的哈。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哦，这边就一只了。要怎么把它放在地上啊？欸，靠北，跑掉了。哇，他这样不会摔死吗？这个羊实在很会跑、欸，哎、欸，我记得之前不是有把它放在土里牵制它吗？啊，这边又一只，没关系。啊，有了有了，一只就够了吧？我觉得这样子一只就够了吧？哎、欸，它断了，两只才够、哦。哇，这么麻烦啊，居然需要到两只。然后他好像是吃草的嘛，好麻烦哦！每次驯服都要用这种方式，都要摆在他的面前，啊，这到时候还要拆掉啊，不是很麻烦？不太懂他的这个运作方式啊，吃四个应该就够了吧？因为驯养超快的，哦，马上起来了，有吗？嗯，哪里搞？哦，起来了，耶、yeah, ！没有羊了啊，这可以拆掉吗？这感觉不能拆掉。左键采集啊，不能拆掉。我们把这个给拆掉吧。好的，那这羊到底可不可以生产我们要的？哎呦哎，初级变羊变速魔杖，魔能碎片25个毛。哦，这边有，这边有。哎，这样就可以做了、哦。这么的方便啊、哦！这样我完全不缺啊！给他做好慢啊、哦！一次做多少啊？上面没有写，写15是不是？可以慢慢做哎、欸！哇！这代表每一只都有它的功用存在哎、欸！啊，如果这样子，我羊可以多抓一点啊！哎呦，很坚强哦！好，我们又再抓一只了。我们来大概至上抓三只羊好了，感觉比较好。哦，又抓到一只了。来，这只我也要。背包已经塞满了。还有这种塞满的概念啊。哦，抓到了。然后我想一下，他说塞满了吧，我们把这个木头丢一丢好了。好，我们带着这几只羊回家。Go go go！ 等一下，他是怎样？还是卡条吗？哎、欸，他起不来是怎么回事？疲劳？为什么？杨哥，你为什么疲劳了？晕眩纸还在晕？他刚刚被我敲晕了是吧？欸、有没有解晕眩的东西啊？好像没有哎、欸，可以回复精力。你可以吃吗？强制使用物品，精力是那个啦。哎、欸，有没有恢复晕眩值的、啊？好像没有哎、欸。增加饱食度。哇，那我只能等他慢慢醒来了。你这样子也可以做毛皮，蛮屌的、啊。哎、欸，他怎么扣那么快？等一下，他现在晕眩这样扣好像不对哦。算了，没关系，等他醒来自己会跟来。是吧？这个奇幻世界的羊呢，跟我们所想的那个羊长得不太一样啊。可不可以把他们带到里面啊？应该是可以吧。带到房子里面安全比较多，那个会比较安全一点。真的，有没有 ？So kawaii。然后我要怎么让他们停止？啊，这只停止。这只过来啊，笨笨，笨笨，过来啊，笨笨。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抱起来啊？好像不行。
来，过来这个地方。Quickly， 快点冲进来！小宝贝，你在这？小宝贝这里啊，笨蛋！快点把你带进来。转弯啊！怎么可以这么笨呢？靠，受不了！多做一点。然后熔炉，哦，又很多，又很多了。啊，这是烧过的。铁矿石两个，铁矿石两个可以烧成铁锭。哎，铁矿石，然后这个是啊，铜矿石跟铁矿石不一样啊。哦，我搞错了。所以说我刚不是还有敲到其他的吗？哎，奇怪啊，一个铜矿石，一个铁矿石，啊，怎么我身上没有？是我错觉吗？矿石类的不是两种吗？哪里搞嘞？好像被拿去做什么道具之类的，算了。我们来做一下工作台好了，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后续可以做些什么。需要20个铜锭，最主要是20个铜锭要先弄出来。那我们只能多多采矿啦，只能多采矿了，别无他法。我们先去城镇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一卖，多赚一点钱，搞不好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买一点物资啊。首度来到城镇内，好，这是什么？贫民窟啊？代租家族成员可以租给家族成员是吧？我没有家族成员呢，我哭哭。原来这是贫民窟哦、喔！啊，我要怎样才能进城堡啊？让我进去！可恶，我要怎样才可以拿到许可证啊？感觉他们好像一定要我有一定的规模。哦，他们才愿意放我进去啊！简单来讲就是瞧不起我啦，是不是？啊，我记得这里，我永远记得守卫多么的凶残。我来了，可以施舍点东西给我吗？哦，50个皮可以卖100块啊，不太需要哎、欸。除非你这边有卖我要的东西，这是材料行不是吗？法杖跟着什么？终极光亮术。哇靠，肉可以卖那么多钱啊、喔！哎、欸，肉都很好赚哎、欸，可是好像只能卖一次而已。哎、欸，不行，可以一直卖啊、喔！哎、欸，为什么不给卖？你笑屁啊你！好像只能选择卖一次的样子哎、欸，卖给你笑成那么开心。你有事吗？哦，我知道这是干嘛的，可以换钱就换吧，好了，还是换一下好了。咦，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啊？哇塞，那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物资，好，看可不可以开？哎、欸，可以耶，哇，哇！哇，好爽啊！陨石这样掉下来，然后我就可以拿。但这不是我原本的路啊！哎、欸，我要怎么回去那地方？应该是走错边了。我应该要走这一条。我觉得我是从里面比较安全好了。原来那是物资啊！也对啦，有观众跟我讲说，那个陨石掉落就是类似方舟的物资箱啦。只是比较奇幻一点而已。好，这边可以换装备了。神兽石可以防止身上的物品丢失。他这个写18，大概就是100多块的意思啊，这太贵啦、啊。我没有那么多那个呢。好，好像可以买了。买上衣哦，这是先煮的，我可以自己做啊，我干嘛还要买？真的是，哎、欸，这可以用吗？哎、欸，他们在烧哎、欸，里面在烧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我方舟的声音？我要打开来看。
哦，这是现场来烧的。那方舟生意师是怎样啊？铁匠哦，这边可以免费做吗？铁锭一个，然后呢，这边全部都要铁锭哎。我还想做这个哦，有铁镐会很方便，可我们现在没有铁锭，倒是有铁矿石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烧现场做哎，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既然有了就做了，不啰嗦。烧一个出来，我们做一下那个好了，做一下这个，然后这个这都这要十一个，这个只要一个啊，然后这个是要十个，我靠，这些铁制品，没关系，我们先做十做铁镐，获取可以获取的量可能会更多，好，我们来城镇稍微借助一下哦，抱歉，借我用一下，皮在哪里？还有什么皮跟木材？木柴啊皮，皮不够，好可以，啊怎么不给做？等一下，不给做哎、欸，组合吗？我是不是弄错了什么啊？我已经有材料了、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吗？不是啊，是要敲是不是？来，我来敲。想太多了。不给做算了，小气鬼。我要走了，感觉我被欺负了。做的不错，没了。他就这样做完了。你就这样做完了，你们会不会肚子饿死啊？我想一下，还好你们的饱食度没有到很严重，拿一半过来好了。这个也需要多做一点，分工合作啊。什么？现在有四块嘛？那我们可以做蛮多的样子。做十个，十个，现在十个，十六个，我们还差四个。铜矿不够多，可以分开烧，太好了。那我们要继续再敲了，晚上了，天啊！原来我们收集不够啊，好像两个做一个嘛。太少了吧？才这样子，希望半夜不要有恐怖的生物出现啊！东西太多喽。香菇可以吃，分配一下点数好了。所以我们差四个，所以说我们至少要八个铁。好，我们有八个铁，太好了。哇，莫名又早上了，嘿嘿嘿嘿。因为 我有调整那个夜晚调整的速度啊，刚刚是夜晚，现在莫名其妙又白天了，是这样，蛮好笑的。叫什么啦？不要吓我五个，对，它是两个换一个，所以说我们要全部做完，就必须要这么多。我们稍微要等一下时间，在这之前啦、来看一下，可以做个亮光束之类的，然后可以开始弄铁桩了。这不是铁桩，这是硬壳。哇，这护甲加好高哦，想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一二三四，我们可以学一学哦，这真的可以哦。来来来，抱歉按错了，我觉得我不应该把这东西放在这里，好一直按到。来做一下自身的防护装备先，这样该有了吧？硬核装，这个皮革一个，然后不要做先祖的啦，我没有打算要玩法师啊。哦，护甲升级了。有手套吗？这是先祖手套。啊，这是什么？先祖法袍。然后这是什么？硬壳。哦，这需要毛皮哦。为什么做这个硬壳叫毛皮，然后头盔那些都不用啊？也差太多了吧？算了，先装再说。啊，至少我已经变硬了。现在全部都是硬壳装吗？哦，只有绑腿不是而已，绑腿是加什么的、啊？也是护甲加30，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没关系，我觉得我这样就很硬了，不需要太多。啊、哦，还有闪电术、初级魔法，我们也可以尝试做点盾啊、哦。这个盾它没有写要什么材料、欸，哎，啊，有在下面，要15个铁，饶了我吧，太多了不行。耶，新装备。哎、欸，怎么还是半夜呢？我不是有做调整吗？算了，不管了。现在多少了？18，还差2个。好、哦，这个铁已经做完了。哦，多做一点，可以做15只。越来越上手了，太好了，这游戏。远程武器等级4，铁的绳索，还有爆炸箭矢，死搞你呢！半夜了，亮光术在哪里？啊，抱歉，我要用一下这个，不然太黑了看不清楚。哎、欸，原来我已经有了、哦，啊，多血了。哇哦！叫一个绿精灵出来。来，每次都多磨一下，多磨，磨越多越好。硬壳加30，护甲加10，护甲这可以丢了。然后我们还要达到这个原什么核心之类的啊，把它放仓库好了。这是开箱子开到的，这可以给我，好多肉。有了吗？有了，工作台我来了。工作台，石头、木头，我们石头够啊？哎，石头不够，去敲一下就有了。不过好像被我们敲的差不多了。哎。前面哦，我以为那是人家在引火，正在那个引火中。原来那个是海的光泽啊！哇，这边有一棵鹿，不是一棵鹿，我在讲什么？有一只大角鹿啊！等下来抓一下大角鹿好了。我们先待会再来抓，我们先一个一个慢慢来。抓200。等一下，这白天是真正的白天吗？不会，等一下会不会又晚上了、啊？那时间怎么调那么快啊？看到了，在这边。土系魔法，这什么东西？伪装术，伪装术。即使是光秃秃的山脉，这种法术一样可以让你的建筑不被发现。哇塞，屌欸，这应该多人才有它的效果吧？然后这是火球术第2阶段，需要的材料也是也还好啦，还可以啦，
还可以接受啊。啊，我明明就材料够啊，我看反了是吧？算了，不管了，做我们的工作台。有了有了，我们回去吧。把工作台放到我们的那个房子里面。在哪边？应该在这里。哦，我看到了，我可爱的家，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再抓大角鹿好了。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应该也差不多了，把我们这个放进去就差不多了。有没有？放哪里？嘿，不行，这个位置有点不太好。哎，我按了什么？转移物品，转移到哪里去啊 ？Hello。哎、欸，东西呢？我的 hell 啊！外工作台，哦，在这里。对不起，我错了，吓死宝宝了，超级吓死宝宝。啊，惯了，算了，随便了。哦，武器远程，哇，这个感觉更强哎、欸！快速装填，根本不用拉弓了啊，就直接射啊。这需要的材料呢，都跟铁有关系了。现在这些全部都跟铁有关系了，是不是啊？新手是怎样？铁质匕首，这个也需要好多材料。后面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恐怖了、欸。建筑物、木材、储存哦，石质的饲料槽。它石质饲料槽跟木质有什么差别啊？更牢固，可以储存更多食物。好，了解。好，金属装出现了。啊，这个材料太夸张啦，好恐怖的材料、哦，这个需要慢慢收集了。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台呢，目前只有这三样东西而已，感觉有点什么都没有的感觉。好啦，不管了，反正我们今天做的东西也够多了。毛皮，来毛皮，哎、欸，毛皮25了，我们可以来做镰刀了，对吧？好吧，那我们就以做个镰刀当结尾好了。镰刀你在哪里？那、靠，我有这镰刀，抱歉，差点按下去。镰刀哥，我眼脱了吗？我没看到镰刀，找到了。啊，不是啊，搞错了，不是这个啦。啊、要做镰那个镰刀是要用那个啦。啊，我现在可能是最近太累了，你知道吗？一直搞错，镰刀是要铁矿石啊。我们要做那个啦，皮革装啦，这个啦，硬皮啦。来，我们做硬皮来当结尾吧。来吧，宝贝，有了吗？好了，穿上去吧。好了，我们现在全身的都是硬皮装备了。好，我们已经比以前更强大了，知道吗？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先玩到这里哈。那之后我们再想办法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制作。好，本来说今天要去外面探险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东西非常的多啊。还需要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一些新的技能啊，然后还有诸如此类的。你看，我们好多东西没有玩啊，啊，探险我觉得还早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啦。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欢迎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黑暗与光明再见了，拜拜。